上门龙婿第两千七百九十七章，繁星见叶辰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林婉儿便也放下心来。随后，他看了看时间，道：“公子，现在已经快八点了，不知公子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叶晨道：“我岳父一般九点钟出门去书画协会，这离我家倒是挺近。林小姐就不必送我了，直升机在闹市区动静太大，我自己回去就行。”林婉儿道。 公子，怎能让您一个人走回去？还是奴家开车送您回去吧。叶晨忙道：“真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走就行。”林婉悠悠道：“公子若是就这么走了，路过下面庭院，被下人们见到公子清晨从奴家院中离开，他们还不知怎么看奴家。”叶晨尴尬的问：“那林小姐觉得怎么合适？”林婉道：“公子稍等片刻，奴家安排一下即可。” 叶晨点点头，道：“那就辛苦林小姐安排一下吧。”林婉儿开心一笑，连忙道：“公子稍等，奴家这就知会一声。”说着，他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开口便道：“老张，你上来一趟。”待他挂了电话，叶晨好奇的问道：“你打电话的这个老张，就是当初在北欧，你叫他爷爷的那个人吗？”林婉儿俏脸一红，有些娇羞的说道。 公子还请见谅，奴家当时也只能谎称老张是奴家的爷爷，以免公子怀疑。叶晨毫不在意的摆了摆手，好奇的问：“其实他是你收养的孤儿，对吧？”“对。”林婉儿点了点头，道：“昨晚奴家跟公子说过，老张以及这里生活的另外两位老人，都是奴家很多年前收养的孤儿。”叶晨忍不住问：“那你看着他们从婴儿变成老人？” 心里会不会很伤感？不会，林婉淡然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奴家能活三百多年是奴家的命数，他们能遇到奴家也是他们的命数，再加上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所以也自然能够看淡一切。”叶晨轻轻点了点头，但心里却始终无法体会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几分钟后，一位老者便来到林婉的别院门外，轻轻叩门。 恭敬的说道：“小姐，老奴来了。”林婉儿朗声道：“进来吧。”院门被那老者推开，他迈步走进房门，忽然看到叶辰就坐在太师椅上，表情顿时一惊。他虽没有了在北欧见到叶辰时的记忆，但却看过叶辰的资料，知道这就是小姐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在北欧救过主仆二人的恩公。惊讶片刻后，老张连忙恭敬的行礼说道：“老奴张德才。” 见过叶先生，谢叶先生救命之恩。叶晨见如此耄耋老人向自己行礼，连忙起身说道：“老先生您太客气了，那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不必太过在意。”林婉儿这时开口道：“老张是奴家一直带在身边的管家，公子不必如此拘礼，将他当做自己的下人即可。”听到林婉儿让叶晨将自己当成下人，老张非但没有半点不乐意，反而有些激动的问道。 小姐，您，您将您的事情都跟叶先生说了。听到老张的问题，林婉儿忽然想起昨晚的事情，一张俏脸羞成了粉红，不太自然的说道：“我已与叶公子坦诚相待，三百年往事也都一一说与叶公子听了。即日起，在叶先生面前，你们几个也不必再有任何掩饰，明白了吗？”老张难掩兴奋的点头说道：“小姐放心，老奴明白。” 老奴明白，说着，他不由看向叶晨，语气激动的说：“叶先生，老奴斗胆说一句，您是小姐三百多年来唯一真正敞开心扉的外人。”说罢，老张意识到自己措辞不太准确，连忙又解释道：“老奴的意思是，您是小姐这么多年来唯一敞开心扉的成年人，不像我们，我们都是被小姐抚养长大的，从小跟在小姐身边做下人。” 小姐见我们秉性过关，才会一点点将秘密告诉我们。叶晨尴尬一笑，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接话，只得岔开话题道：“老先生，您在我面前就不必以老奴自居了，晚辈实在愧不敢当。”老张不假思索地说道：“不不不，老奴自打启蒙时期便发誓要留在小姐身边做一辈子下人，为小姐鞍前马后。您是小姐与老奴的恩人，又是小姐的朋友。” 老奴自然不得乱了礼数。说着，他忽然感慨道：“叶先生，老奴说句心里话，老奴跟在小姐身边已近九十年，您是这么多年来小姐唯一的朋友，老奴心里真的很高兴，也真心希望您与小姐能……”林婉儿察觉他话风不对，连忙咳嗽两声，道：“老张，你在胡说什么？”老张慌忙道：“小姐，老奴见到恩公。” 一时间有些语无伦次了，说完，这才又连忙对叶晨说道：“叶先生，老奴是希望您能时常过来陪陪小姐，她一个人这么多年，没有一个能交心的朋友，确实很孤独。”林婉儿此时又羞又臊，连忙开口道：“行了，老张，你快去吩咐一下老邱，让他安排所有佣人全都待在自己的房间内，不得出来。另外，你去准备一辆车，我待会要送叶先生一趟。” 老张不假思索的说道：“老奴遵命。”说罢，他再次向叶晨行礼，恭敬道：“叶先生，老奴先告退了。”叶晨点了点头：“老先生慢走。”老张走后，叶晨问林婉：“林小姐，老张的名字是你给他起的吗？”“对。”林婉微笑说道：“奴家给他起名德才，是德才兼备的意思，可不是得到财富的意思。” 叶晨微微一笑，又问他：“那老张的姓是从何而来？”林婉笑着说道：“回公子，奴家收养的孩子多是些无名无姓的弃婴，奴家也查证不了他们原本的姓氏，可是也不想让他们姓林，以免横生事端，所以便将百家姓写在纸上，揉成一个个小纸团，再由他们自己稀里糊涂的下手去抓，抓到哪个便姓哪个。”叶晨尴尬的问：“这么随意的吗？” 林婉儿好奇的反问：“不然呢？奴家要是自己给他们起，万一他们长大后不喜欢，岂不是要埋怨奴家？所以就像抓周一样，让他们自己抓姓，这就相当公平合理了。不仅他们能为自己选姓氏，奴家也能跟着玩个小游戏，两全其美。”叶晨点点头，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却感觉林婉儿虽然已经活了将近四百年。 但似乎还是有很强的少女心，或许真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这几百年一直都是少女的心思以及少女的活法。此时，年迈的老张一路小跑着下了石梯，他的身体其实已经不太能支撑这样的运动了，可他心里格外激动，所以脚下也觉得轻盈了不少。刚跑到下一层院落的主楼大厅，正在与孙之栋饮茶的邱英山便好奇地问：“老张，你跑这么快做什么？”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怕一口气没喘匀，躺在这儿。老张笑眯眯的看着两人，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难掩激动的颤声说道：“喜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孙之栋放下茶杯，笑呵呵的说道：“啥喜事儿啊，老张？你要结婚了？”老张瞥了他一眼，笑骂道：“你真是狗嘴里面吐不出象牙。”说着，老张。 来到他二人的茶桌前，缓缓坐下，一脸认真的对二人说道：“我感觉小姐好像动凡心了。第章”第两千七百九十八章死而无憾。听到老张这话，邱英山和孙之栋都惊得说不出话来，两人下意识的哆哆嗦,嗦嗦起身。孙之栋看着老张，脱口问他：“老张，你说小姐动凡心了，动什么凡心啊？”老张低声问道：“你们记不记得？” 咱们三人以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邱银山不假思索的说道：“当然是希望小姐能找到意中人，成家立业，往后余生不再那么孤单啊！”对，孙之栋也不禁感叹：“我这几十年一直在想，咱们十岁之前是小姐带着我们玩，十岁到二十来岁是我们陪着小姐玩，等我们二十多岁逐渐成熟之后，小姐还是那个永远十七岁的小姐，那时候……” 我们就开始盼着小姐有一天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归宿。再后来，我们从小姐身边离开，很多时候甚至连续很多年没有小姐的下落和信息。但我心里也一直这么希望。说着，孙之栋看向老张，脱口问道：“老张，你刚才说小姐动了凡心，难道跟这个有关？”老张激动的连连点头，压低声音说道：“叶晨，叶先生现在就在小姐闺房。” 想来应该是小姐刚才开直升机从外面接回来的。邱英山皱眉道：“小姐出去很长时间才回来的，难道是去见叶晨了、啊？我记得小姐说过，不能让叶晨知道小姐还记得他，怎么还大晚上去见他了？现在还把他带到自己的别院，他就不怕被叶晨识破吗？”老张低声道：“怕。小姐已经把自己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他了。什么？” 两人一听这话，更是惊得瞠目结舌。孙之栋惊骇不已的说道：“小姐，小姐把自己的秘密都跟他说了，都说了。”老张重重点点头，用小姐的话说，是坦诚相待了。而且，而且，两人见老张吞吞吐吐，均是一脸焦急。孙之栋急得直跺脚：“老张，你这关键时刻打什么磕巴呀？” 就是，邱英山也埋怨道：“想说什么，赶紧说啊！道士，磨磨唧唧的多急人。”老张压低声音，凑近两人道：“我跟你们说啊，这事儿只能咱们三个人说，你俩可不许去小姐跟前乱说话。”孙之栋也凑了过来，轻声道：“放心吧，老张，我嘴可没那么碎。”邱英山也凑上前，拍着胸脯道：“老张，你接下来说什么？” 就天知地知，咱们三个人知。老张点点头，非常认真的说道：“我跟你们说啊，刚才小姐在叶先生面前一直以奴家自称，这也就算了。关键是说到坦诚相待的时候，小姐竟然害羞的脸红了。这么多年，你们谁见过小姐羞红脸过？”我去！孙之栋激动的身体都有些发颤，连忙问道：“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邱英山也激动无比，颤声道：“老张，你没跟我们开玩笑吧？”他们三人在八九十年前是穿着开裆裤一起玩到大的，三人性格相投，人品与秉性也都很好。虽然大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但由于从小一起在林婉身边长大，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如同亲手足一样。孙之栋之前身居高位，邱英山拥有万贯家产。 两人的人生都非常成功，而老张从还在襁褓中开始，将近九十年时间一直都跟在林婉身边，做了一辈子管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成就，但对另外两人而言，他们反而都非常佩服老张。这么多年来，林婉收养的孩子很多，但能被他留在身边的少之又少。孙之栋与邱英山都曾经不止一次表达过想要留在林婉身边的念头。 但林婉儿都没有答应，最终他们都被林婉儿送了出去。邱英山接手了林婉儿在东南亚的产业，而林婉儿看出孙之栋报国心切，便支持他回国效力。对他们三人来说，林婉儿的身份与角色都极其特殊。幼年时，林婉儿像无微不至的妈妈；童年时，林婉儿像学富五车的姐姐；成年时，林婉儿像高深莫测的好友；中年甚至老年时， 林婉儿又成了他们心中最心疼的小姑娘，所以他们三人都渴望林婉儿能够在漂泊逃亡数百年后找到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人生归宿。当听说林婉儿似乎对叶晨动了凡心之后，两人内心自然是无比喜悦。此时，老张见两人还有几分不确定，便低声道：“我跟在小姐身边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她在任何一个人面前脸红过，更没见她。” 用那种情意绵绵的眼神看过谁？今天是第一次，你们说这是不是动了凡心？邱英山欣慰无比，眼眶甚至带着几分泪光的笑着说道：“好啊，太好了！咱们有生之年，要是能见到小姐出嫁，那可真是死而无憾了。”是啊，老张也红着眼感叹：“我不指望能活着看到小姐复仇成功，能活着见小姐出嫁。” 我这辈子也算是瞑目了。孙之栋此刻忽然有些落寞的喃喃道：“你们俩身体都还行，我估计够呛了。小姐到燕京的时候就给我算过一卦，说我最多还有半年可活。这眼瞅着过去一个月了，就还剩五个月。要是小姐能加快步伐，赶在我死之前出嫁，那我也知足了。”一旁的秋英山宽慰道：“老孙，你别这么悲观。小姐不是说了吗？你还是生机。” 这生机就在金陵。孙之栋点点头，苦笑道：“有生机就最好，没生机我也不埋怨老天爷。我这辈子从生下来就是九死一生，要不是小姐收养我，为我治病，我怕是早就死在襁褓里了。现在能活到这么大岁数，全是小姐给我的造化。”老张拍拍他的肩膀，开口道：“老孙，不要这么悲观。我们这些人能遇到小姐，就注定我们都是有福的人。” 这都是上辈子攒下的福报。这世界上这么多人，像小姐这样几百年不老的能有几个？这都让咱们碰上了，就证明咱们的运气好过这世界上的绝大多人。孙之栋轻叹一声，微微点头，随即想起什么，开口道：“哎，那叶辰不是结过婚了吗？”邱银山低声道：“怕什么呀？小姐是明朝人，那会儿男人三妻四妾不是很正常吗？” 他应该不会在意的，孙之栋下意识的脱口道：“那咱家小姐得做大的，不然我孙之栋第一个不愿意，哪能让咱家小姐受这个委屈？”邱英山赞同的说道：“老孙说的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啊。说完，他用胳膊肘捅咕老张一下，问他：“老张，你说呢？”老张顿时一怔，想起什么，连忙道：“我说个屁！我说光顾着跟你们八卦。” 差点忘了正事儿，老邱，你赶紧通知下去，让所有下人回房间不得出来。小姐要亲自送叶先生回家，让下人看到影响不好。邱英山忙道：“成，我这就去安排。”老张点点头，道：“那我去给小姐备车。”